新居落成，一人新屋开箱，欢迎光临，请进。哎，还不错呢。我妈妈偶尔会来住的房间，基本上已经被我的东西淹没了。哇塞！妈妈的房间基本上叫做垃圾房。你这个有实话吗？客厅要明亮，贵客迎门嘛。你的这个窗帘把它拉起来有没有？因为我是白天拉开，晚上会拉起来，所以我都不穿衣服走来走去。白天是亮。隔壁那一栋整个暴涨啊！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轮班。